呀？文婷，记得吧，王建云。昨天我刚刚来过。王建云。对对对对对，王建云来了。哎，来了。他今天状态挺好的。啊，主要是你来的原因，平时他可没这么开心。是吗？哎，你对他这么尽心尽力的，可是他就不记得你了。哎，那个，奶奶，他不记得我没关系，只要我记得他就好。哎，你们来了，请他们坐吧。Sit down, please.怎么样，资金的问题解决了吗？我能叫你们过来，就说明我心里边已经有底了。你确定吗？我确定。OK，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两位是我的律师团队，我专门请过来做顾问的，他对你们这个行业的知识产权的官司非常的在行。Thank you.顾总，华耀集团的回函到了。华耀不知道使用了什么手段，竟然把焕然地产给搅了进来。这样一来，官司恐怕……律师团怎么说？他们正在连夜调整诉讼方案，但是华耀现在有了新的注资，想用官司拖垮他们，恐怕不可能了。戴维。我不管付出任何代价，这场官司必须要打赢。只要华耀能够坚持打完这场官司，我就有把握把这个官司打赢。好，那我们就跟他们打到底。你确定要打到底？这样的官司可能要打上好几年。无论多少年，我都会奉陪到底。真行，非亲非故的，每天都来。就是啊，你亲爹亲妈也就这样了。文婷，咱们坐那歇一会儿好吧？哎，来，哎，稍等，来，你坐这上面。再认认照片，昨天已经认过了，咱们今天再复习一下。
是茉莉，长得特别漂亮。这个是小曾，曾捕玉，特别能说会道。这是赵一琴，之前练过散打，特别厉害那个。这都是咱们医疗队的。叫门庭，就是你自己。他呢？我就是王建云。新型急性呼吸道传染病，该传染病可通过空气飞沫传播，传染性强，发展速度快，已呈扩散态势。据国家新型病毒防治中心通报，截至到目前为止，以新港市为中心的周边城市感染 AR-01 病毒的人数已上升至29人。呼吸科、急诊科和内科的同事们，大家早上好。我想关于 AR-01 病毒造成的疫情，大家都有所了解了。就在昨晚，在距离上海市不足100公里的新区医院，又确诊了一名 AR-01 病毒的感染者。我们不能抱有侥幸心理。作为上海市最大的三甲医院之一，我想我们基建总医院有责任在疫情蔓延之前做出反应。莫主任的提议我是赞成的，与其等着疫情自己找上门来，不如把病毒阻截在它的发病源头上。我们接到上级通知，新港市以北省防疫站已经组织搭建了临时医院，附近病患都在往这个医院转移。将患者集中隔离治疗是抑制疫情蔓延研究治疗方案的最有效的方式，所以我已经向医院领导请愿带队支援疫区。我是呼吸科主任，这是我分内的职责，但是这次前往疫区确实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想请问在座的各位，还有谁愿意加入这支队伍？我愿意。我愿意。我也愿意。我也愿意。我愿意。我也愿意。我也愿意。好，愿意去的同事即刻着手，随时准备出发。驻留的同事要尽快开通发热门诊，严格排查每一个疑似病例。这儿了。行了。行了。茉莉，总工的愿望，
华耀的梦，我的理想，成了。你听好了，领先世界的，领先世界的。太好了，舒教授在天有灵，可以瞑目了。在忙吗？不忙我去找你好不好？忙，我今天特别忙，有急救。那么不巧啊，我好想你啊。你想我吗？我也很想你。莫主任，莫主任，该上车了啊。那我什么时候可以找你？我去找你吧。等我忙完了，我就去找你。莫主任，快点！那你什么时候忙完啊？他们催我了，我得先走了。穆剑锋。嗯？我在呢。我还没听你跟我说过那三个字呢。我想当面跟你说。我现在很想听。我爱你。茉莉，我爱你。我知道了。此行辛苦大家了，希望你们在工作中注意安全，盼你们早日归来。莫主任，那叫拜托你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您放心吧。保重，开车吧。近距离的接触，冲锋在抗击 AR-01 最前线的医护人员也陆续出现了三例疑似病例，其中一人已出院治疗，另外两人被隔离观察。现阶段的治疗方案是由来自基建总医院的呼吸科主任莫莉医生提出并具体实施的。据现场负责人介绍，为了验证疗效，莫莉医生已经超过60个小时没有休息。
哎，茉莉啊。振峰。你怎么样？还好吧？放心吧，我没事儿。你去疫区怎么不告诉我呀？我怕说了你担心呀。你不告诉我，我才担心。我没事儿，你就老老实实等着我啊！你可千万别跑到这儿来，这是疫区，不是约会的地方，听见没有？好吧。你别骗我。那你也不许骗我。告诉我实话，疫区的情况是不是很严重？我看新闻说，已经有医生被感染了。但还是在控制的范围之内的。你相信我，我会保护好我自己的。我相信你。你是不是累坏了呀？要注意多休息啊。一定要多休息。听到了没有？要多休息。知道了，别啰嗦了。挂了啊。这里距离疫区定点医院还有多远？啊，你看，再往前5公里就是了。谢谢啊。哎，你不能随便进去，再往前就是疫区了，任何人都有被感染的可能。那里边的生活物资怎么保障？啊，物资是由当地部队的军人同志负责运输。那就对了，我也愿意做志愿者。新的一批感染患者送到了，赶紧送隔离区做好防护，我马上过来。明白。穆主任，你没事吧？你脸色不太好看。我就是突然被叫醒，有点心慌。走走走，赶紧过去走。就有些争吵，隔离区还有几间病房，还有9间，
我现在就过去，这间帐篷立即封锁消毒。好，你们去准备吧。 不是，我有朋友在里边，我进去看看他。不是，连是污染区，你不放我进去？我有朋友在里边，我看完他就出来，怎么了？你让我进去，我看一下就出来，行不行？你怎么来了？你是孙大夫，穆丽主任呢？穆主任他怎么了？穆主任他病倒了，已经确诊感染 A21病毒。 你们放我进去！我是病人家属，我进去看也不行了。我是病人家属，我这里是污染区，你不能进来。你有手机没有？手机？有。把你的号码给我。手机号码。 该用的药已经都用了，莫大夫能不能挺过来，就看他自己了。王林，我知道我说的话你肯定都能听见。不许放弃，你不能倒下，你必须得起来。你是大夫，外边还有那么多人，病人在等着你呢，你怎么能让自己躺在里边呢？你这是太不负责任的态度了，你对我不负责任，对你自己也不负责任。你不是要我追你吗？ 追来了，你起来看看呀。对了，我进不去，所以我让小孙大夫拿了一个礼物给你，你睁眼看看你喜不喜欢。你睁眼看看，你可别以为这是生日礼物啊，这是我要向你求婚准备的，你听到了吗？向你求婚。我已经错过你这么多年了，你也等了我那么多年了。 我可不想再等到下辈子，我等不了那么久。我现在就要娶你，现在就要娶你。你愿意吗？愿意你就回答一声你愿意啊。你要是不说话，我就当你是同意了啊。你看到那个戒指了吗？你看到那个圈圈了吗？我是用它来套住你的。 套住你，你就哪儿都跑不了了。你哪儿都不许去，知道吗，茉莉？我还有好多事儿，好多话想要讲给你听呢。茉莉，你哪儿都不许跑，听到吗？这是命令，你哪儿都不许跑。 喜欢听歌吗？有一首歌我练了好久，我本来是准备婚礼上唱给你听的，那我就现在唱给你听吧。我知道这首歌是你最喜欢的，唱的不好听你可不要介意啊。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到你来找我。 这位是茉莉，我们都叫她小茉莉。来电了，小心扎着脚。会的，我习惯了，从小就惯着脚。穆剑锋，我觉得。 是我一直在追你啊，我从一开始就喜欢你。你对我没有任何责任。爱上就有责任。
把多余的自尊心收起来。这个世界从来不在意任何人的自尊心，只在意他做出来的成绩。你做出来，这是对轻蔑、恶意最好的还击。你是你们厂的灵魂，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还自己清白，保住你们厂的荣誉，让这个厂活下去，做大做好，这才是舒教授想看见的。好好的。AR-01 病毒的日日夜夜，我们的医护人员义无反顾地战斗在危机的第一线，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关键时刻，在关乎生命安危的重大考验面前，他们表现出了崇高的职业道德、伟大的思想品质和无私的牺牲精神，向全社会展示了白衣天使们救死扶伤的良好形象，用实际行动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赞誉、敬重和信赖。请让我们记住，正是他们的顽强与拼搏，才换来了我们今天战胜病魔的希望。截至北京时间3点整，三大疫区共计322名密切接触者已全部解除隔离，164名患者的救治工作也已宣布结束。在此次对抗 AR-01 病毒的过程中，疫区最大的定点收治医院集结山海市基建总医院、山海市人民医院、山海市传染病医院的数百名医护工作者，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完成了从组建、运转到关闭的全过程，并在临床治疗中取得了重大的医疗突破。据统计，至少有115名患者在这里被救治，治愈率超过98%。我觉得郭总，我们可以继续上诉。不必了。可总公司那边怎么交代？放心吧，我已经交代过了。郭东海，你们先上车。放心吧，我不会再上诉了。你上不上诉，我都会奉陪到底。我之所以叫住你，是希望可以当面告诉你，华药不再是大象脚底下的蚂蚁，更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麻烦回去告诉你们老板，不要再玩一些阴谋诡计了。兵不厌诈的道理我不是不懂，我是不屑玩。你笑什么？哎，我笑你幼稚。但是这次我服气了。不过你的话我可能替你带不到了，因为我已经不打算在瑞克待下去了。怎么？你努力效忠的瑞克把你给开除了呀？你别误会，我离开瑞克并不是因为这次败给了你，而是因为我自己不想再在那儿待下去了。你更别高兴得太早，因为我会去一个比瑞克更强大的地方。他日商场再见，说不定咱俩还得斗个你死我活呢。你之所以会败，
是因为你找错了努力的方向。我跟我的企业都是努力把自己做到最好，做到高精尖，而不是算计谁，更不是暗下毒手。而且我猜你不会再有跟我斗的机会了。华耀经过这一劫之后就会进入快车道，再之后我们就起飞了。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寒门难出贵子。对不起，我很骄傲地告诉你，我穆剑锋还有我的小伙伴们赶上了一个寒门出贵子的黄金时代。我们抓住了这个机遇，难得的机遇。血也好，泪也好，汗也好，我们都看作是一场考试。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这趟旅程我们赶上了，前途广阔，风景无限。而你呢，不过是曾经硌了一下我的石子，我一脚踢开也就过去了。可惜的是，你作为瑞克曾经的亚太代表，对中国企业做过的这些事情，在司法界、企业界还有资本界已经臭名昭著了。郭东海，你恐怕再也没有机会了。你输了，很彻底。再见了，郭总。谁的婚礼啊？是你的战友，你的好朋友。昨天晚上在相册上你不是都认清了吗？不记得。走。文婷姐，文婷姐。不玉，程良。你好。咱们去看看吧。大喜的日子，咱得喜庆啊！走。Thank you.
天在婚礼的现场，美丽的新娘也为现场的单身女孩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就是她手中的手捧花。谢谢，你真好看，像白雪公主。谢谢。2017年的中国，7亿人通过智能手机上网，115家中国企业进入世界500强，8330项国际专利申报位居世界第5。改革开放40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不懈奋斗，锐意进取，与时俱进，改变着中国，也影响着世界。